曾志伟同李若彤呢日就一齐出席由志伟哥举办嘅慈善盘菜宴。提到早前喺日本遇上车祸受伤，志伟哥而家嘅伤势好翻未咧？医生就同我讲咧，话一个月就好翻啦。咁我就咁以前我车波都有撞亲啊，呢啲两三个礼拜乜都好啦。而家真系年纪大，而家一个月零两日，都仲有处痛，咁就证明咧，真系唔系咁容易复原咯。不过呢次车祸就传出同志伟哥同车嘅化妆师系志伟哥嘅新欢，自己知自己事，所以亦都无需要太介怀，因为我哋惯咗啦，咁多以前啲走刊啊样嘢都系咁写噶啦，咁啊，其实我哋惯咗个方法就系咩，就话唔怕咯，下个礼拜有新闻冚咗你噶啦，冇人理你噶啦，你唔使自己懒跳出嚟啊，懒你又澄清啊，懒你越讲越冇麻烦啊。